这可以说是鸡排界的爱马仕，不错吃啊。Nice。今天吃超派炸鸡，超派大鸡排，它有分两个版本，先看第一个版本，这是红鸡排，现在整间都在味道，你咬一口，这鸡排要吃对位置，听得到声音吗？它有刷那个甜酱的感觉，吃起来不错，蛮香的。鸡排一份150，今天我们去就是叫一个同事，他们所有的单点都点一份。肉里面是有汁的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它切开来给大家看一下？要吗？刀工不太好，看一下里面，看到是有汁的哦，很是混嫩的那种，很混嫩嫩的那种啊。这可以说是鸡排界的爱马仕，不错吃啊。来，下一份走，鼠格格跟星星鱼，鼠格格，这个是星星鱼，看一下里面，星星鱼。这洋葱它是给生的，配这个还不错。再来，这个是红白炸鸡双拼套餐，很明显，这个就是一红一白，一红一白，红的，我先吃一口看看。这个红色鸡翅，如果喜欢吃鸡翅，红色就可以挑这个。它白的，白的就不是鸡翅。下一位选手，就跟这个感觉是一样的，那也不一样吗？超级白鸡块，超级红鸡块。它的鸡块不是那种麦当劳合成肉的那种鸡块哦，是就是整块都是肉，切开来长这样，哇，坏掉了，还不错吃啊，好吃啊，没吃过可以吃看看啊、哦。下一位选手，这个是连上菜单里的产品，生菜，就是给你们搭配，这个酱是这比较像凯撒。吃完了上水果，水果了。哎呀，他老了，要修嘞。因为想说叫人去买西瓜，应该是买一个这样这样的就好了，就要买一个这样的。来哟、哦，这就要有技巧了。这刀怎么不够力？老板，你应该要先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哦，裂开了，裂开了，裂开了。你看刚切一刀而已，他这边就已经裂开了，没有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左边帮我接一下，我扶一边扶一边。哎，好，可以旋转一下，两颗。西瓜要怎么吃？我跟大家讲一下，西瓜怎么吃？西瓜就是要这样吃才爽。这时候要唱一首歌，在什么样的西瓜里面？我摇啊摇啊，没错。最后一口真吃不下了，我食量本来就不多。有空的话，6、7点，我们现在刚开始，可能时间没办法固定，之后尽量可以准时。好。来，哆来咪发，吃啦，不是送啦，哦送，哦送啦，再一次，再一次 ，OK， 哆来咪发，送啦，关注抖音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